这周我们要尽快开董事会，讨论白氏对我们投资的可行性。白氏已经上市，而且又是个大企业，之前一直跟盈科合作，在资金上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丹姐，你怎么看？怀药是新企业，急需项目占领市场，资金需要量很大。有资信良好的企业愿意投资，肯定是好事。白雪有没有给你谈什么其他附加条件？没有。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 从白氏集团的财报上来看，他们又收购了几家传媒集团，再进行业务重组，账面资金也不是很宽裕。谁呀？大白天锁门干嘛？你不是搬家了吗？回来干嘛？ 回来拿本书。哎，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要结婚了，请你当我伴娘。我不去。为什么？怕尴尬？你还真以为你跟贺岩能修成正果？贺岩这种冷血动物，连他自己亲爹都不认，但能善待你？他跟你就是图个新鲜，玩两天就腻了。哎，你说你为了这种公子哥？ 断送咱俩这么多年的友谊，值得吗？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的很清楚，你的烂事儿我不会再管，我的事儿也请你闭嘴。还真有你这种油盐不进的傻帽啊！我告诉你啊，你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啊，你来找花朵朵啊？她在换衣服。 你们要出去吗？哎，你下来下来，詹姆斯说了，你不能常坐着，更不能开车。没事儿，我不挺好的吗？真的没事。哎呀，你，哎，要不然你还是搬家吧，我给你租个房子，这小区太乱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孟爹搬走了，我一个人住两居室，房租也不贵，多划算呢。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住在一块儿。他现在也是偶尔才回来嘛。我知道你恨他，我也恨他，可是咱们既然杀不了他，还是忘了他吧。你还常常抱怨你妈妈想不开，你要是这样，你怎么开导他呀？行了行了，走。 你看啊，我开。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激动。老贺的事儿吧，他找你了？不是，梦蝶，他说他要跟老贺结婚了。哎，你别激动啊！你看我这儿开着车呢，车流这么密，你会影响我的，会出事儿啊。 你真以为我这么脆弱啊？我是担心我妈。梦蝶这样四处张扬，她要结婚，无非是做给我妈看的。我担心我妈再犯病。那要不我去跟梦蝶说说，让她收敛点。不用，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梦蝶是女的呀。 你看这儿，多棒！你说起来配我游山玩水，其实是来看地皮的你啊，开发商本性暴露无遗啊！你犯得着跟风景争风吃醋吗？你看，看这一片多棒啊！未来我要找世界上最顶尖的设计师，把它设计成世界级的度假村。啊，你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吗？什么愿望？ 我想在这儿建一个图书馆，至少是北京一带最高的图书馆。馆呢不必大，书呢不必多，人呢也不必满座，但是装修要与环境和谐，四面都是玻璃窗，四季风景都不一样。嗯，春天是满眼鲜花。
夏天是绿树成荫，秋天落叶纷纷，冬天银装素裹，风声鸟鸣，流水虫鸣，这些都是背景声。人坐在那里看书、画画、写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怎么样？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诗情画意、有文化呢？那行，那我们就造一个全世界最诗情画意的图书馆。真的？真的。可是盖这种房子可不赚钱呐。我盖房子光为了赚钱吗？我是有梦想的，好不好？我要造全世界最有创意、最漂亮的房子。哇，太棒了！你果然还是个理想主义者。难道你不是吗？是。就盖在那儿，你的图书馆。行。老师，是我呀。什么？公安局调查我？胡老师，我是贺岩，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今天公安局的来了，说要找花朵朵协助调查，说是有厂家已经把他举报了，说他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哎呀，警察把我也说懵了。你让花朵朵赶紧回来。侵犯谁的商业秘密？白氏，就是收购我们的企业。啊，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找律师。再见。我干什么了？侵犯商业秘密了？侵犯什么商业秘密了？我怎么就犯法了？我就成犯人了。事情还没弄清楚，先别着急啊。我怎么能不着急？我着急啊！我要是万一被判刑了，那我要坐牢的。不会的，有我在，没事的。那谁告的我呀？白石。白雪吗？他到底要干什么呀？苏律师，麻烦你帮我找一个打商业犯罪的律师，要最专业的。好，谢谢。放心吧。有公司报案，你将某公司正研发的科研专利泄露给正经公司葛天，给其造成巨大的损失。葛天，你能把事情的前后仔细说明一下吗？白雪他们公司收购了我们杂志社，然后他安排给我的第一个采访就是去广西，说那边有一个项目急需推广。然后我回来了以后，交了稿子，白雪也没说什么。你与正金公司有过联系吗？我以前去他们那儿采访过几次，但是后来已经换人了。上个礼拜。胡主编家里临时有事儿，我就去顶替他，去了一趟正金公司，但我以为那就是一个普通的采访。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侵犯商业秘密罪，那就是商业间谍，如果被定罪的话，他是要坐牢的。
白雪是不是疯了？你先别着急，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白雪她虽然混蛋，不至于没分寸。行了，我先问问她，再给你打电话。我就是对她太客气了。苏律师，怎么样了？赵律师已经在给他办理取保候审了，一会儿就能出来。朵朵她情绪怎么样？朵朵一个年轻女孩子，突然接到公安的调查，肯定是要崩溃的。关键是你，你还好吗？什么意思？大概情况赵律师已经跟我说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是有人设套陷害花朵朵，而且这个套还比较厉害，涉及到花朵朵的前男友葛天。你的意思是白雪和葛天合谋？没有证据也不能落下结论。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案子呢是有关商业犯罪的，赵律师很有经验，一步一步的打败。我说的是朵朵，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危机，还有情感的困惑。白雪这招够狠的，专门在恋爱关系最敏感处下刀的，目前还不清楚他手里有什么证据，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苏律师，你真是善于把物质困难转化成精神危机。我以一个打过上百桩离婚案的资深律师提醒你，男女关系最脆弱的一环就是彼此的信任，如果你跟朵朵之间存在一丝的不信任，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迅速的恶化，白雪的阴谋也就得逞了。所以你明白你要做什么吗？嗯。你信任他吗？当然。好，那你就支持他，他现在很脆弱，很需要你。明白。怎么样，没事吧？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回去准备艺术材料，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会跟你沟通的。不过刚才花小姐介绍的情况，这个案子里很可能涉及到一些个人恩怨，如果你们能找到对方，让对方主动到检察院沟通澄清事实，这样的话呢对咱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明白，谢谢啊赵律师。客气，走吧。老赵，谢谢你。哎呀，咱俩就别客气了，请我吃大餐吧。好，走。安全带。我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套啊！白雪为了拆散咱们俩，居然用这种阴招。或许别人说的对，我一个小老百姓，怎么跟白雪公主争啊？行了，白雪怎么做是她的事，关键是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呀？你想啊，白雪使阴招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离间咱们俩吗？啊，你每天哭丧个脸，她不就得逞了吗？笑一笑，相信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跟你在一起怎么就那么难呢？哪儿难了呀？哎，老贺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真不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是，这次算是个大事儿，所以才更需要我们互相之间的信任啊，不能有任何的隐瞒和欺骗。我想到有个事儿，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联系。什么事儿？你就是经历的事儿少。现在是法治社会，打官司不新鲜，人家国外屁大点事儿就进法院。你不是找律师了吗？好好做准备，你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关键是这是刑事案件，这也不是一般的民事官司，而且这事儿我还没跟贺言说，现在倒好，我成犯罪嫌疑人了，我更说不清了。我，你是担心贺言在意你跟葛天儿不信任你？我之前没告诉他，
是我不对吗？我也不能什么事都跟贺言说吧。如果他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呀。我错了吗？贺言责怪你了吗？这个事儿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白雪，他不仅是想让我坐牢，他还想拆散我跟贺言。你没做错，你发什么虚啊？据我观察，贺言是个通情达理的男生，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你自己别先乱了呀。可能真的是因为我跟贺言在一起太顺了吧，我感情上从来就没有顺过，一顺那肯定要出事儿。行了啊，别钻牛角尖了，睡觉吧。啥呀？朵朵经历的事儿少，遇到这种事儿反应比较强烈也很正常，你不要太在意。真的非常感谢啊，丹姐，有你在朵朵身边我就放心多了。哎，对了，白雪联系上了吗？电话还没打通，白玉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我一会儿再想办法联系她一下。你确定要和我一起上去吗？出示交换证据的时候，提起公诉的检察院一方也会在场的。我就是想看看，白雪拿来诬告我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也好。那你先忙。干嘛那么紧张啊？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你都看到了。你的把戏太拙劣了，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诬告、陷害、编造事实，我们是可以告你诬陷罪的。你们？我告的是花朵朵，不是你们。花朵朵是我的未婚妻，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这个事实？你认识花朵朵多久啊？你了解她吗？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以前有过多少乱七八糟的男人吗？你自己慢慢看，我去接个电话。不是这样的，这个视频是剪辑过的。我是来告诉你，你们之间所谓的浪漫爱情，分文不值，弹指可破。出去！出去！Thank you.
到霍言心胸也这么狭窄，连解释都不听。姐，你说我是看错人了吗？只能说白雪太险太阴，她了解贺言，贺言对你用情很深，这换成谁都得缓缓啊。更何况贺言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感情挫折，你得给他点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投入过，我都有点害怕了。怕什么呀？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这以后漫长的一生你怎么过呀？我告诉你，你跟贺言你俩就是一对冤家，分也分不开。来了。嗯。看了视频了吧？你是不是也觉得特浪漫特感人呢？我没看过，但是赵律师已经告诉我了。赵律师说，虽然从视频上看不出有任何剪辑过的痕迹，但是也不排除白雪找的是电脑高手。这个技术上的事儿，你应该比我明白啊。我跟你说的不是技术上的事儿，那俩人的眼神能靠剪辑剪出来吗？那完全是真情流露。那葛天是花朵朵的前男友，他爱花朵朵有什么可稀奇的？那花朵朵是我女朋友啊，他对着我女朋友又搂又抱，这算什么事儿啊？你嫉妒葛天？谁嫉妒他呀？凭我的身材样貌、长相、智慧，我会嫉妒他？那你就是怀疑花朵朵？没怀疑他，可是他为什么不拒绝呢？所以啊，这白雪这招还真是致命。他把视频做得天衣无缝，不仅仅是为了诬陷华德总，最重要的是离间你们之间的感情。他不愧是你发小啊，还真是了解你，直捅你的要害处。你知道你的要害处是什么吗？嗯。你从小啊，父母感情不好，你内心深处对亲密感情就有一种恐惧和不安全感。他利用这个视频来唤起你的这种感情，试图从根儿上摧残你跟花朵朵的感情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说的互相的信任。老爹，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跟花朵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你如果真的爱她，准备跟她相守一生，你就去跟她沟通，你要相信你的爱人。其实啊，你的父母如果一直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也不至于走到那一步吧。苏律师，嗯，你呀，赶紧改行做心理医生，话太多。老师，我是贺言啊。对，我就问问他去哪儿了，他手机打不通。啊，他请假了，你不知道吗？他去哪儿了呀？什么时候回来啊？哦，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就是附近的山里在那转的吧。哎，我问你啊，这个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跟你说啊，朵朵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你说他哪斗得过白雪呀？哎，你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呀？胡主编，我只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出庭前他必须回来。好，知道了，再见。妈，你怎么提前回来了？怎么了？你好像不愿意看到我出现啊？这话说的，机票、酒店、房间，那都全部都提前预付了，你这提前回来经济损失得多大呀？反正是你出钱。啊，妈，这个是新来的销售总监，简单。叶总好。你好。啊，这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嗯。那您先忙。听说那个本单
背景不那么简单啊。嗯，他能有什么背景？他不是花朵朵的表姐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背着我培养你自己的小党羽，你以为真的能瞒过我吗？你是想要夺权？嘿，这话说的，我夺什么权呀？我儿子，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你怕我回到这个环境里面看见那些烂人会心烦，我知道。难为您了哟，还体谅我这孝子的一片苦心。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的管理团队，你自己再要成熟一点，我巴不得退休满世界去玩，但现在真的不行，我不能离开啊。我知道，我都跟舅舅说了，我说要招人就等你回来一起招，不信你问他。好了好了，这些事情都不说了啊。花朵朵的官司怎么样了？这事儿你也知道。儿子，买家跟我们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资金下个月就到位了。你跟花朵朵的关系你自己处理我不管，但你要处理不好跟白雪的关系，那可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哦。你什么意思啊？为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要寄人篱下看人眼色，那不成奴才了吗？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啊，做生意就是做人，那做人一定要圆通啊。你想想，白家在业内可是龙头老大，我们犯得上与他们为敌吗？行，那为了他们的投资，你就把我儿子我入赘到白家啊，倒插门行了吧？哎，你能不这么偏激吗？这点家事都处理不好，你怎么管理公司？我知道了，妈，我会处理好的。OK。喂，赵律师，您的答辩书我收到了，我修改一下就发给您。还有，我是不是一定要出庭啊？理论上被告可以不出庭，但是如果你能出庭的话，会让法官对你有个好印象。哦，那好吧，我就是有点害怕。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证明那段视频是剪辑过的，但是对方也不能证明你和葛天交换的材料就是白氏泄露的商业秘密，而且你确实也没有做过，所以检方也一定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你不用太担心。好吧，听你这么说我还宽心了一点，谢谢您啊赵律师，我回去就跟您联系。好，等你电话。再见。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个你我都清楚，但我管不了他。何言，你真的要跟花朵朵结婚吗？哎，你们俩差得也太远了。小雪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说你要找个比她强十几二十倍的，她也就无话可说了。可是花朵朵的，你再这么说，我跟你翻脸啊！你回去管好你妹妹就行了。这事我没法帮你。你回去告诉她。这个案子漏洞百出，让他赶紧去检察院说明情况。要不你还想怎么着？告他个诬陷罪不成？哎，贺言，你为了花朵朵这个女人，是想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是吧？白宇，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就算花朵朵不是我女朋友，那白雪这么做她对吗？花朵朵要不是跟你有关系，不是白雪至于理她吗？不是，你这话说哪儿去了？我在这儿跟你说是和非，对和错，你跟我掰情感，你这不是一回事儿啊。咱俩是发小，从小到大的朋友，但白雪是我亲妹妹。你如果非要逼我做选择的话，我只能支持我的家人。行，我懂了。那麻烦你把我今天的意思转告给你亲妹妹，这是我最后的请求。赵律师，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在于葛天，
葛天作为第二被告，我看过他律师的答辩书，完全没有为他洗白的意思，反而痛快地答应和你是同谋。当然了，他把主要的责任都推到了你身上。那说明白雪和葛天是同谋？这倒不一定。葛天没有理由这么做，如果指控成立的话，他和你一样都会坐牢。他这么做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那是因为他恨我，恨得想同归于尽。你太感情用事了，我倒是怀疑葛天并不清楚这份答辩。葛天和白雪不一定是同谋。那你要我怎么做？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葛天，劝劝他，让他说出真相，这个呢是最妥当的办法了。我找葛天不合适。对，我咨询过苏律师的意见，他也不赞成你去找葛天。这样吧，我去找找他。嗯，那谢谢您了，拜拜。刘律师，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你放心吧，我已经把你的这个答辩书提交了，你就准备开庭就可以了。什么？答辩书？答辩书我不需要看吗？你已经全权委托我们了，你就放心吧。我会按照你的意图，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的。这是刑事案件，而且这是纯粹的诬陷，我要反诉白氏。我明白。对不起，葛先生，我马上开庭了啊，我有时间再跟你联系吧。啊，你来干什么呀？这个是你的律师交给法院的答辩书，你确认一下。我的答辩书怎么会在你手里？开庭之前，律师之间都是要互相沟通的，这是我律师给我的。我就是想让你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签的字。把视频给他看，这儿还有个视频，你看一下。视频谁做的？事情完全就不是这样。有人要陷害花朵朵，你明白吗？我当然比你明白。这个视频是白雪交给法院的，我们能够看出来她是找了专业的人做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白雪为什么这么恨花朵朵？白雪为什么一定要整死花朵朵？罪魁祸首不是你吗？你装什么好人啊你？葛天，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在这个案子上，花朵朵是无辜的。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她不利，如果你不站出来为她澄清的话，不光是她，连你自己都要牵扯进来。别说了啊，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能被诬陷吗？白雪的事情，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但现在这个案子能否出现转机，完全取决于你。花朵朵需要帮助，你自己也需要帮助。你想好了，你告诉我，我愿意为你打赢这场官司。打你电话你一直不接。什么？可以解释吗？可以。那段视频确实让我有点困惑，不过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该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我。你指的困惑是什么？
是因为那段视频，你就对我们的感情，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怀疑，是吗？那我只能告诉你，那段视频是被剪辑过的，现场的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但我跟葛天的关系是真的，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我前男友，这个关系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你因为这个受不了，那我真的不知道。你别糊弄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从小到大，我父母就一直不停的争吵、冷战、不休无止，我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对婚姻和感情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态度。我不想进入一段互相折磨的男女关系，我也不想看着我喜欢的人背叛我，离我而去。你那么一天到晚牛哄哄的，还怕别人离开你啊？我哪儿牛哄哄了？你最了解我了，你不会离开我吧？会不会？嗯？官司打赢了再说吧。没事儿，你忙你的吧，我姐陪着我就行。我这个会议开完就过去找你，还没等你应诉呢，我就到了，到时候一定给你加油助威。好吧。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听赵律师的，啊。赵律师啊，咱们那个案子开庭时间定在10点，走吧。别紧张。总的来说，我们今年的指标完成的大概……不要总的来说，要具体的数据。如果你没有具体的数据呢，请你回去准备。数据现在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小经理，开发区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叶总、贺总，我们已经和当地经济开发区的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边的负责人想就具体的细节坐下来和二位聊一聊。根据原告提供的视频证据可知，被告人花朵朵利用工作便利，向正经公司负责人葛天提供了有关白氏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材料的复印件。公诉人已出示证据完毕，被告方可以开始答辩了。哎，可以。你是现在要去法院吗？对。这个时候去还有必要吗？我去呢，朵朵心里能踏实点。那下午还有个会，你别忘了。放心吧，我会赶过来的。综上所述，公诉方提出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审判长、审判员予以公正的裁决。第二被告葛天，有什么要说的？对不起，法官，我能说几句吗？可以，要简短。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坐在被告席上，而且罪名竟然是勾结我的大学同学葛天，合伙盗取商业机密。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已经不想多说了。我就想问问我的大学同学葛天一句，你真的承认你和我一起干了这些卑鄙的事情吗？如果你真的承认，那你不仅伤害了我，你更是毁了你自己。你到底要多么样的厚颜无耻才能同意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华朵朵，
注意情绪。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